好靓嘅壁画，三角尖转过嚟，对面就系青松观啦。有中医药五诊所，色嘅咖啡店，好近有另外一间。卖服装之余，又可以自制啤酒，好特别啊！啲啤酒，行几步又有一间，好多明星嚟帮衬嘅。小房子，装饰都好得，就咁睇真系睇唔出佢系做咩生意。隔篱行过咗都唔知，原来有一间饮咖啡嘅地方。呢间亦都系饮咖啡嘅地方，呢间明显啲啦。揾翻回憶咧，所以嚟呢間鋪啦。裏邊好多嘢可以抄翻以前自己中意嘅嘢。好特別啊！入嚟呢間鋪頭，喺冷氣之下可以揾下自己中意嘅嘢。哇！可以行上大半個鐘頭，真係好有興趣。到处都是宝啊，还有一些很漂亮的音乐在那里衬住，里面呢还有很多高级的 HiFi， 发烧友来这里呢一定不会失望，好舒服好舒服，打机时代的音响回来了，感觉全部在这里，有一班忠实 fans 喺度捧场嘅，识得宝咧就会嚟呢度寻宝啦。真系慢慢行，有排行啊，好精彩！老板好客气，欢迎我影啊，咁所以我好放心，可以喺度影好多细节啦。哦，这个钟好特别喎、哦、，Queen Mary 喎、哦，好多呢一啲咧，
系绳啊、带啊呢啲铺头嘅，其他不会嘅。街边仲有强记、大排档，5点钟就开档。呢度执马，呢个南昌街公园咧分得好多部分嘅，中间呢度咧。以前有一条大坑渠嘅，而家就做咗呢一个公园。啊，原来下昼咧唔使晒喎，有凉亭，真系几舒服。虽然外边晒住好热，入到嚟公园嗰度咧又觉得佢好凉爽，几舒服。啲树木都好靓喎，都难得喺咁多高楼大厦之间咧，有咁靓嘅公园。边咧就好多旧时嘅屋同埋铺咧，都系令人怀念嘅。呢度都用翻个南昌中心，记得以前呢度咧有间饼铺德利盏，好多面包卖嘅。要揾翻儿时回忆咧，一定就基隆街同埋大南街开始啦。哇，仲有好高嘅树喎，好似垂柳咁啊！呢啲就鸭寮街啦，男人必到。间个公园切开咗，但连接咗过嚟呢边咧，都有好多直视嘅，不过就唔同类啦。呢度咧日头都好多摊档摆喺度嘅，不过今日可能睇个样子，有人喺度巡视啊，咁啊大家识做啊，好似静晒，车仔都推翻入去。嗰啲貿易公司，
啊，一路沿路過嚟咧，都好多啲鐵皮檔口嘅。咁啊，喺往多嚟桂林街嘅啫。桂林街呢度咧係一路過去咧，尾咧就係差館噶啦。咁以前見到呢條路咧，就一路好多人擔住啲魚嘅，就喺海皮嗰邊咧，將啲魚咧就運嚟。咁喺呢一度呢個位咧，以前咧就係魚市場嚟嘅。咁啊喺度咧係批發嘅。下面一路抬啲魚嚟咧，啲辛苦還是咩小人之心？一路行一路啲魚咧就摁下摁下摁下咧跳咗好多出嚟嘅。咁所以有啲人咧喺度執到啲魚咧。啊！又有可以維生啦。鐵咧，長沙環站咧都有大南街，不過係大南西街。咁咧，今日咧就去翻深水埗舊區大南街先係真。大南街外邊嘅街市，40元兩隻，消費券優惠。呢度仍然都係間藥房，細路仔時候咧，呢度有間老藥鋪，老師傅執藥，發燒喺度啊，執兩劑搞掂。出翻嚟北河街呢度咧，呢座樓咧，好多人咧都認得個樣噶啦。豆腐鋪而家冇做咯，做油炸鬼白粥啊！隔離呢度一路行落去咧，就係、是、碼頭嘅。而家行緊去咧，就係、是、荔枝角道。在个路口有药房，以前又是叫万里。这座楼以前四层高，在区内呢这个位置已经是最高的了。以前这里有间做帆布床在这个位置。这座楼就特别了，这里以前做茶楼的做过，但到现在一路呢都丢空。丟空咗都唔知幾多個年頭啦。街一路過馬路行嚟，呢度有間中醫診所嘅以前，哇！有個蔡元軒醫生咧，好虛撼嘅，好多人排隊睇嘅。洗手間實記得啦，公廁嚟嘅呢度，有得影快相嘅側跟。對面呢間東莞佬涼茶咧。好多人你記得啦，蜜糖菊花茶。呢度咧嗰個
五金铺嘅有间好耐嘅，有份最头位。呢度落一条就系衣角街，谂唔到咧呢度以前系巴士总站。呢度一路望落去码头嗰度咧，好多布衣摊，二手嘅布衣当咗冇人熟嗰啲咧，就喺呢度出货啦。间真系好老字号啦，唔止五十年不变。